歌叫《女兽应许》，然后这首诗歌是一个青年女生写的，在她高中啊，高中的时候，她高中的时候写的这首歌，然后就被收录在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原音传唱的那个专辑里面。然后，因为其实我喜欢唱歌，但是很害怕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所以一直都没有自信，就是站在前面就是唱歌的。我是直到高中有一个同学也是教会的青年，然后就是他就是带我一起，就是、他可能会跟我说，哎，哪有什么可以报名歌唱比赛？那你要不要去，就是去尝试看看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的鼓励，然后就慢慢开启，就是唱歌，就是有比较能有自信站在台上，就是参加一些比赛什么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才参加就是学校办很多类似歌唱比赛的那种校内的那个歌唱比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对于选歌，大家都想说，你应该要选就是可能青年就是大众都会听的那种流行音乐。可是我觉得，就是上帝就是给我这个会唱歌的这个恩典，我想说，就是不想要跟大家就是随流行，就是都唱流行歌。所以比赛的时候，我几乎都是选就是诗歌，因为我也不管大家听不听得懂，但我还是就是选诗歌来唱的。可是很感谢上帝，就是得到的成绩都还算不错，然后到毕业之后，就是总会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找到我来一起，做这个事工，对，然后我也就是很乐意的，就是说要参加，因为就是音乐，我喜欢音乐这个东西这样，可是因为这首歌叫《女兽应许》。有时候就是可能在教会可能有什么活动或是有什么事工，可是我不是那种就是会主动说啊我要参加我要什么什么的，我就是默默在后面的那种，不会主动说要参加什么的。然后可是后来唱完这首歌，就是可以看他的歌词，你就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上帝要我们做那件事，可是我们并不想要做那件事情。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跟随上帝的话语这样子。对，虽然会碰到很多逆境，但我想就是上帝就是要从你从这个逆境中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好，接下来我要带这首歌《女兽应许》。
目标这样，就是要卖50张专辑，所以大家有感动的，一楼汉马上。我的心呢，追上神的荣耀恩典，我的心呢，纪念神。各位青年，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在神学院里面的一首创作，叫做《为主传福音》。那这个创作是我在也是我这一生里面创作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它的前面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直寻求上帝给我一个
创作音乐的一个智慧。因为我没有正常学音乐，也没有正常学钢琴。什么叫做没有正常呢？就是说没有老师，然后就是自己在在学习，看着母亲一只手一只手开始自己抓起的。所以在创作这一首歌的时候，也是借着一个老师，他不断的催逼我，把我逼到尽头，说赶快，已经要交了，等等。结果我写完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是想不到的，但是你看上帝给你智慧是超乎所思所想的。我说我也不能做什么，而且我在音乐能力上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很大的。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有一段母语的 rap， 这一段母语的 rap 在讲的是马太福音28:19-20，在讲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你们要往去。好，有记得，等一下你听母语，你就会更深刻了嘛。因为我们的这个母语歌手非常非常的强嘛，所以呢，好，那我就不多说，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跟来听这首歌《为主传福音》。祝福给我，我虽软弱，就刚强。世上灵魂必须毁灭，主必带领走十字架路。主的灵充满我，他愿高牧我，满足贫穷的人，医好伤心人。我他断开沉重枷锁，捆绑的自由，他主勇敢脚步，为主传福音。是软弱，是疲倦，是苦痛，我主一样与我们同在。每个心意他都明白，他必扶持在我左右。我愿稳定走满途道路，为真理走的每一步，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到各处各地宣扬主奇妙。Aku pernah nasibnya, anis pola lu ya malah disele besar juga, semakin ku lupa. Kuis ku malah meres sunat, busa saku sih gedung sunat kerja, tehok ku cingat, ya nasi wana, busa ku indungan, pola nasis punya, punya teke, ya na untuk kaya. Aku 如果你会唱，我虽软弱，就刚强，就刚强。世上灵魂必须飞，主必带领走十字架路。主的灵充满我，他愿高牧我。住贫穷的人，依靠伤心人，他断开沉
是耶稣，在各处各地宣扬主奇妙。接下来这首歌，是，准备好了没？在等你，快撑不下去了。我们听了两首用那个伴唱的歌之后，今天我们有现场的演奏。接下来一首歌叫做《生命的甜》，那吉他的演奏是小明，是台湾族的青年，然后我们唱歌的是板奈，李子云板奈来唱阿美族的啊，那我们来欣赏他们的演出。Thank you.
是来自西美中会安光教会的，我叫做李子瑜，叫做法奈，是阿美族，然后现在目前是就读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厉害，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也很意外我自己会读法律系，因为其实我最喜欢，应该看得出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唱歌，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只是越长越大就是青少年嘛，就是有点叛逆期，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常常到教会聚会，然后高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社团啊，我是吉他社，然后我又是副社长，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大家出去跑活动，所以跑活动那时候是礼拜六礼拜天啊，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都没有常常去教会，直到就是考完学测没有考好，又考了职考，后来有了学校就读法律系以后又再次回到教会，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就是新美中会有办了一个诗歌创作比赛，然后我们有青少年创作的歌，然后我们就一去比赛，然后我们那一组得了第一名，然后我就被总会发现，然后我们就一起制作了就是这张连音传道这张专辑，然后很高兴可以参与这次专辑，我觉得这也是上帝想要把我找回来的，就是我的人生的转捩点，应该这样说。然后这首歌呢，我在录音室说这首歌短短没几分钟的歌，我在录音室录了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实在是太紧张了，然后一直没有把歌唱好。然后不过很感谢主的是，就是我在唱这首歌里面，就是中间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就是一直都会陪伴在我身边。当我可能很软弱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这首歌就会带给我力量。那希望我刚刚唱完这首歌之后，也可以带给你们力量。当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领他去楼下买专辑，然后看到第十首《生命的甜》，然后听就我是第十首最后一首，然后就可以听这首歌，然后希望就可以带给你们的，就带给你们力量。可是你们回去听的时候，不会听到刚刚最后我唱的最后阿美族民谣。阿美族民谣是马兰姑娘。然后这首歌也对我算是意义蛮大的一首歌，因为以前有参加歌唱比赛，然后有唱了这首歌，这首歌算是主导曲，有点像，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次的巡回演唱，就只有这一次唱了这首阿美族的民谣。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 YouTube 找马兰姑娘，就可以听到我的版本。对，然后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就是带给你们有一些收获，对，谢谢。谢谢子瑜的分享，子瑜很可爱，他是我们这个团队年纪最轻的。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他还大一，现在大二嘛，对。就像子瑜刚刚讲，他录这个歌。其实《生命的甜》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他真的是录了两个月，而且他录到大哭，就是录到想说，明明就上过节目，明明就上过电视的歌唱比赛，为什么还唱成这样？但是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改变一个年轻人。好，那大家也很幸运，我们跑这个巡回跑了，去年跑了，大概今年这个应该第十场还是第十几场了，只有这个版本，只有今天你听到马兰姑娘，之前都没有，所以大家很幸运。那我们第二张专辑预计在六月以前一定会出，我现在已经在进行编曲了，下个月就要录音了，然后这些歌手有的也下一张专辑都有参与。那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刚刚子瑜说其实他是在中会的歌唱比赛跟创作比赛当中被发掘的，其实在原住民的中会他们每年都会办原住民的有的时候是歌唱比赛，有的时候是诗歌创作比赛，那我们去年跑了很多的巡回，其实就是跟这些比赛一起合作。那我们也从这些比赛当中选取好的作品放到第二张专辑。很可惜的是，第一张跟第二张都其实只有原住民的歌啦，所以我很希望说，以后如果平地的中会啊，我们彰化中会也可以，如果我们有办诗歌创作比赛，也可以来跟总会合作，说不定我们第三张专辑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收录，就是平地的青年的创作的歌。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首合唱的曲子，我们先上来好了。这首歌叫做《大使命》。好，大家听到这个歌名就知道这个歌曲的内容。那我话不多说，待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先请歌手们上来。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好。来自桃园县复兴乡华林村十里135号。籍贯是，好，籍贯了，我们没有断的，身上没有断的。哦，泰雅族，混一点台湾族了。哦，那我今天好。那我今天要唱这首是大使命，那我有点感冒，我有点感冒，唱不好都会说自己感冒。好，那我今天要唱这首大使命呢，是就是原音传唱第七首，第七首。待会你去等完专辑的时候，记得回家履历听第七首啊。那其实这次专辑呢，我跟大家相反，大家都很会唱，不敢站台上。我是专门喜欢站台上，可是我不是很会唱歌。那唯一的绝活就是嘴巴念很快而已。对，就像刚刚的那个，那这一首呢也有小小的一点点东西。那这首很特别，我想要跟大家互动，你们愿意跟我互动吗？不愿意我就坐高铁走了，我还要回花莲。好，那这首歌呢很特别，里面有一句台湾族的话叫阿里阿里阿里。阿里来吉拉蒂杜，我是一起去传福音的意思。有没有台湾族的？我没有讲错，我有讲错吗？没有哈，对哦。阿里阿里阿里，来吉拉蒂杜，一起来一场，来。阿里阿里阿里，来吉拉蒂杜。好，很好。以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都算59分。好，那我待会呢？会有很特别的一个互动，不是很特别啦，反正就是一个互动。再一次，我要教你，不要紧张，好不好？不要猴急，好。那里面呢有一段，就是这一段 ，Go Go Go， 起来来 ，Go Go Go， 使万民做主门徒，使万民做主门徒。来喽，重点喽，阿里阿里阿里麦基亚丁度。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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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舌头打结的？没有。后面有帮忙割舌头的？没有哈，都可以哈。好，那待会呢，我唱到一半我会 cue 你们，好不好？我会 cue 你们哦，一定要耳朵要打开来听哈。基本上是在主导文之后了哦。你们看到荧幕上面有写三个字，主导文就是你们要准备深呼吸，哎，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没有问题的话，那带来这首《大使命》。我要邀请我的御用合唱团哦，整场巡回只有我有御用合唱团。对哈、哦，不好意思，好，预备开始。我在下面了啊。好，因为我这样比较方便处理。对吗？待会跟你会吗？不会，那我等一下麦克风放在你身上。Thank you.
还没有持续力一样的。可以啊，好，那我们待会部队们掌声哦。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耶稣，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Thank you.
管它千奇百怪，只要是家依然伫立，没你太晚，没你太晚，我们的家，爱与信心画出能力，这土地见证无数，充满上帝祝福，无论天灾战争，无论逼迫困难，只要上帝。或许他们在原音传唱里面有一首独唱的歌，感觉起来，有的时候讲的好玩的事情啊、哦，有时候他们出去啊，然后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然后就想说，哎、欸，你也不想说，有可能就是人家看你们，人家在看明星，我说啊是哦，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明星啊、哦，这样是好的啦啊、哦，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拿来跟大家分享。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今天台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年轻人。其实都跟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我们或许就学，或许就业，或许是社青，或者是学青，我们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快乐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可是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要怎么样
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做不同的事情去荣耀上帝。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发源音传唱的这个专辑当中，其实也很想跟你所有的年轻人一起分享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元青的祈祷》。好，《元青的祈祷》。其实这首歌原来是排湾族的歌，它本来叫做《排青的祈祷》。那因为我们为了原音传唱，把它改叫《元青的祈祷》。但事实上，这首歌的内容啊，是适合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青年的祈祷，或是把它改成你的教会的青少年短期的名字。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用这首歌来带大家一起来做最后的祈祷。那也希望通过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再一次的向上帝立志，求上帝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虽然我们微小，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限，但是当上帝愿意使用我们，而我们也愿意让上帝所用的时候，上帝要在我们的身上兴起他奇妙的事工。再次欢迎我们的歌手来唱这首《元青的祈祷》。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
跟别人一起唱。圣灵已经在你的心中把那个想象的原因，值得我们睡觉前好好的再去思考。今天欢迎各位弟兄到现场，大家知道今天多少人？想要猜猜看？10万。阿妹，外面，其实我们本来预估大概150人，刚刚统计283个，我们将掌声。当我唱明到该教会的时候，请各位不要吝啬你的掌声给他们，好吗？好。首先，请问中山教会在哪里？请站起来，让我们给予一个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是来自鹿港的丰兴教会在哪里？圆东路教会在哪里？好的，五个，谢谢。请问圆道教会在哪里？圆东路。好，谢谢你的掌声。谢谢。五个，谢谢。接下来是冈山教会在哪里？
各单位。首先感谢主办单位彰化教会青年部，青年部的同工群情请立。给予我们的云传唱鼓鼓励啊，说你们今天好棒哦，好棒。
样的。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好，在大家还在扫 QR Code 的时候呢，我也邀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郑君平牧师来上台为我们勉励报告及宣传。大家可以边扫没关系，也可以掌声的，因为不想起来了。我奉命要来报告几个事情，来，我们来看 PPT 哈，下一页，在左边就是袁一传唱的专辑，那今天我们在楼下，我们今天预备了50份，好，我们，对，就是我们信心太小了，我们只准备50份，所以等一下大家要买了，而且据说就是刚刚有人跟我回报说，现在剩下三十几本了，因为就是有人提早走就先买了，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要买，要赶快去抢。哦，然后，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买不到，可以在跟那个青年部登记，或是来打电话来总会青委会，来跟我们买，才会有8折价，否则你自己去外面书房买都是原价。哦，那跟青委会或是跟青年部登记才有8折啊。然后我们第二张专辑也会大概预期在今年6月就会出来，那也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的专辑来祷告，尤其是奉献。等一下我会收奉献，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制作这种音乐的专辑，其实录音啊、编曲啊，其实很多这都是专业的人才，然后专业的一些经费。那青委会的经费也是很有限。那我们带着这群歌手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哦，那也是很希望说我们袁一传唱的专辑能够一张一张的接着去做下去。所以也希望大家为我们代祷，关心这个事工，然后为我们奉献。特别如果你有创作你自己觉得很满意很好的曲子也欢迎跟我们联络，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收入到更多我们的青年的曲子，在这个一起加入这个音乐的事工。那在右边的这个你的名字呢，这个是我青年总会青委会每年暑假会办的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 ILT I Love Taiwan Mission 我爱台湾宣教营。这个活动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或许我们都知道，在总会青委会每年都会有国际的普世的青年交流的活动，可是青年交流的名额其实不是那么的多，那你也需要来甄选，需要来他的那个负担，个人负担也比较高可是透过这个 ILT 的活动啊，你可以不用出国，我们就把外国人带到你的教会里面，然后跟着你的跟在教会里面一起跟着青年团契，跟着教会一起服事，然后一起学习。那我知道我们彰化中会，像彰化教会，像元东路教会路上教会其实都有申请，那我也鼓励其他没有申请过或是不知道 ILT 的其他的教会，如果你对这样子的活动有兴趣，像我们的教会暑假都会办夏令营、办夏季学校、办儿童营、办等等的譬如说社区服务等等的活动，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来自全世界各国的青年能够来到你的教会当中一起成为同工，这我相信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跟学习，所以在这边再次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这个 ILT I Love Taiwan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最后，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啦所以我们唱完最后一首歌之后，就必须要跟大家say goodbye。但是希望我们的专辑，希望我们的唱片可以陪大家长长久久这样。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台湾有那么多的族群，在每一个族群的当中，我们学习彼此学习彼此分享，也让我们在今天透过袁一传唱的音乐，透过这些歌手们这些乐手们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在年轻人当中的心意，以及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聚集，在彰化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在今天晚上享受你美好的恩典，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样的恩典带回我们的教会，带回我们的职场，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在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主，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服事，以及原音传唱
透过音乐分享你的爱，这样子的施工。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将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各位青年人们，我又来了，这次不管白带，这次要跟您分享见证。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了原音传唱这个团体，是因为我去参加了我们总会主办的一个活动，就是舞蹈营。那在那里面，我就听到他们的歌曲分享，那我个人非常感动，所以我就买了 CD 回家。从那一天起，我就放到我的那个公司的那个我的电脑里面，然后每天的听，每天的听，你知道有多深情吗？每天我当有时候我会听一下韩剧的歌啦，那但是呢，告诉你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每天早上呢，只要打开原音传唱的歌曲，我那一天呢事情就会做得非常的顺利，对，他们就是我的动力啊。来，这时候是不是要拍手一下？对，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呢要买三张。为什么？一个人买三张，为什么？公司里面要顺利，家庭要不要顺利？要，所以家里面要整一张。好，再来，然后车子开车的时候也要顺利，所以车子里面要放一张，所以要放三张。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奉献。那这个奉献呢，我们有一半的经费是要拨给我们原音传唱，做更棒的 CD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啦，我觉得他们的歌声真的很棒，而且他们的音乐充满圣灵的感动，所以邀请你们一起来奉献。那再小小的让我讲一下，就是你要奉献呢，就要奉献你身上最大张的。如果你奉献是零钱，兄弟啊，你可以加，这话很严重哦。你去那个隔那个有人那个乞丐，你会给他零钱。上帝不是乞丐，上帝是丰丰富富的神。上帝是你可以看马拉基书，他说你可以以此事试我哈，然后请下那个天上的仓库会满满丰丰足足的赐给你身上哈。要奉献就要奉献身上最大张的，就是行道会张浩松牧师说的。那现在那一千块的不可以现在拿去导灵哦，好，奉献你身上最大张的哈。那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感动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部长在跟我说要加班的了，所以我很快非常快。行道会他们有一个奉献，就是的那个牧师就会说一直要奉献你身上最大方的。然后有一个家庭呢，他的家里面非常的不是那么足够，所以他就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他就奉献他身上最大方的几把头。那你知道吗？他身上只有200块，他就是奉献100块。那100块是他们接下来的中餐跟晚餐，四个人要分的，怎么办？他回家之后，他就跟他老婆说：“我一共哦，我今天哦有听牧师的，奉献我身上最大张的哦。”那他老婆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一则一喜是我的老公这么爱神，一则一忧是我要来煮几罐后谢也来回家等等哈、哦。他就准备出门去哈、哦，去买泡面回来煮一煮。这时候电话响了，来，请给我电话声亮，好亮好。接下来各位好，这是某某家庭哈。然后呢，这时候是行道会打来的，他说：“啊，某某姐妹的家吗？”哈、哦，说对，这是某某。姐妹的家，他说请问什么事情？他说哦，刚刚我们清算了我们那个奉献的钱哦，有一笔钱指定要奉献给你们家，是7000块。哈利路亚，他奉献了100块，但是上帝却丰丰足足的给他了7000块。今天不是要你奉献100块，是要拿回7000块了哈、哦。但是我是要跟你分享这个概念，就是奉献就要奉献你身上最大张的，上帝一定会丰丰足足的奉那个。其实我们不是奉献，不是给上帝嘞，我们是还给他嘞。我们的钱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呢，对不对？哎呀、啊，所以呢，请大家奉献你身上最大张的一半呢，我们会给我们的原音传唱，在他们在线的鼓励。他们心意真的很棒，告诉你们可以回去见证，复制见证。因为我真的每次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我就打开他的商人 CD， 我那天就会得非常顺利。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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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谎，哈利路亚，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为他们的来，等一下给下面剩下20几张了哈，等一下刚剩5张了，剩5张了，所以下去赶快抢哦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开始那个我们的奉献童工可以开始出来了，对。